他不是那光，只是被那光作证。这是若翰所做的见证。当时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派遣了司祭和利未人到他那里跟他说：“你是谁？”他明明承认，并没有否认。他明认说：“我不是摩西亚。”他们又问若翰说：“那么你是谁呢？你是厄利亚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是。”他们又问他说：“你是那位先知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。”于是他们问他说：“你究竟是谁呢？好叫我们答复那派遣我们来的人。你自己说你是谁呢？”若翰说：“我是在旷野里呼喊着声音，修直上主的道路，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。”被派遣来的有些是法利赛人，他们又问若翰说：“你既不是墨西亚，又不是厄利亚，也不是那位先知，那么你为什么施洗呢？”若翰答复他们说：“我以水施洗，但是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，是你们所不认识的，他在我以后来，我却当不起解他的鞋带。”这些是发生在约旦河对岸的伯达尼若翰施洗的地方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和四旬期的第四个主日，都叫做喜乐主日。教会沿用的颜色都稍微有点不一样。前两个主日就是用紫色，今天呢就是比紫色的要浅一点，就是粉色。紫色的呢是黎明之前的颜色，就是稍微有点苗头，黑暗褪去，黎明出现了。那这个粉色呢，就是再往前走一步了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古又反驳到紫色去了，应该是又往他前走一半，不是吗？然后就是礼仪上，就是给大家一个记号而已，不用太当真。不过呢，这个喜乐主日并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叫，是因为在拉丁文里边，这个主日的敬堂友，这个主日敬堂友是说：“我再说一次，你们要喜乐。”再说一次要喜乐，所以它的拉丁文的第一个词就是喜乐，因此被称为喜乐主日。而且我们今天的读经一、读经二，两篇读经的主题，包括福音，其实都说了喜乐。读经一说是今天两篇读经原诗都是新的，所以我也非常的喜乐，他们读得非常好。读经一说，有一个人呢被天主派遣他去传扬福音。去传报天主的喜乐，所以他很快乐。当然了，有使命感的人就是很快乐。第二个，读经二的是说呢，保罗中同志得到恩义人啊，前书还是后书我忘了。他说呢，天主的旨意是三个说起来就是一个，就是常常喜乐，不断祈祷，事事感谢。对，的确在本主日的圣言里面，喜乐这个主题，尤其在降临期，降临期是等候耶稣的来嘛，你等候的时候都不开心吗？等候的时候比等到了我觉得还开心，等到了就没了。你比如说啊，中国人说过年什么时候最开心呢？我觉得是过年之前的那几天最开心，过年那天所以我们庆祝过年不是用过年那天来庆祝，是不是使用一段时间来准备它，让它来到。准备的时候最开心啊，什么8月24知道吧，我们那里的习俗8月24要什么，要做这个8月25要做这个8月
每一个等待都是很开心的。教会呢，等待耶稣的第二次到来，第二次，第一次已经来过了，第二次到来。那二三四主日呢，是预备庆祝他的第一次到来，就是回忆的意思。但其实无论哪一种，都说了有一位人物要来，所以我们等待，因他而欢乐。啊，如果你们要去的主教要去你们家，还没有去的时候，你等待，是不是很开心呢？啊，去了之后你当然很紧张了，等待的确是挺开心的。若翰呢？今天若翰没有说他很开心，不过因为我们没把福音读完，可能每次读福音都很长。其实，在若望福音里面，若望做了见证了，若翰做了见证之后，后来若望说什么？说若翰说呢，有新郎的是伴郎，他说他自己是伴郎，耶稣是新郎。伴郎，新郎来了之后呢，伴郎的喜乐就达到圆满。伴郎是干什么的？伴郎就是陪伴新郎的。那现在新郎出场了，伴郎的喜乐达到圆满，他就可以退场了。的确，在福音里面，状福音里面，若翰自己说他的喜乐已达到圆满，因为他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见证。现在的你看，若翰说什么？人家问他好几个问题了，你是吗？他说我不是。你是吗？他说我不是。你是墨西亚吗？不是。你是厄利亚吗？不是。你是那个先知吗？不是。那你什么都不是，你为什么要离席啊？啊，他说我虽然什么都不是。在我后边来的那一位，他什么都是，所以呢，我为了预备他，我很开心。我为了预备他，我先用水洗你们，他来了要用圣神洗你，这是若翰的理由。现在的心理学特别强调，你现在心理学说，你做什么，你意思就是说，你不做什么都可以，你要做你自己。你要不做你自己呢，你就会不开心。这个是对的，的确是对的。但是现代心理学并不会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自己。你自己是谁啊？什么是你自己啊？心理学没有告诉我，心理学说只是说，假如你做了自己啊，你叫李建平啊，我哥叫李建斌啊，我没有做李建斌的事，我没有做他，那我做了我自己。就是我心理学上说我是最健康的，的确是这个道理。可是心理学没有告诉我们更多，不过福音却告诉我们，若翰是个例子，他提醒我们什么叫做自己。做自己就是在天主跟前意识到自己是谁，自己不是谁。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中国人说呢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是吗？懂别人的人很有智慧，懂自己的人更有智慧。很多的悲剧都来源于活着活着就慢慢的忘掉了自己为什么活着，自己要做什么，自己的身份是什么，慢慢的都忘掉了。婚姻的破碎，人走的邪路，通通都是这样的。原本刚开始的时候，知道自己要什么，自己往哪里走，慢慢的就迷失了。迷失的时候，正是我们跟若翰相反的时候。若翰永远知道自己是什么和不是什么。有一个法国的诺贝尔的作家说呢，他说这个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，这个时代最悲惨的事情，并不是那么多人走了弯路，那么多人不认识天主，而是竟然有那么多的无精打采的、百无聊赖的、就是郁郁寡欢的基督。他说的真的很有道理。当然，他的背景是法国大部分都是基督，所以他发现世界上最不幸的事情，并不是有那么多人不认识天主，而是有那么多人认识了天主，比如像基督徒一样，他们却百无聊赖、无精打采、郁郁寡欢、提不起精神、活不出基督徒的面。
写作文的时候呢，小孩子嘛，小时候都是写作文的时候，老师都出很多题目啊。将来你将来的理想是什么？是不是？你看有一个小孩子说，我将来长大了，我梦想能够成为一个喜剧演员，能够把快乐带给别人。啊，一个老师看了之后，给他回复说，啊，朽木不可雕，胸无大志，给了他及格。但是另外一个老师看了之后就说，你小小的年龄，你的心灵如此的美，所以你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像你自己所愿望的一样，成为一个把欢乐带给别人。这是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样的作文，不同的老师看法不一样。各位，我觉得你们做妈妈的、做爸爸的最懂得你们的孩子。你现在肯定会，如果你现在希望你的孩子长大了，一定要怎么样出人头地，怎么样像马云啊，怎么样像这个人、像那个人，那你就，那是你的想法，那是你的想法。你倒不如希望你的孩子做一个平凡的人、普通的人、健康的人，但是能够把欢乐带给别人。就像约翰，就像旧约的先知，也特别像耶稣。所以今天呢，只能建议你们夫妻都要。要么喝可口可乐，要么喝百事可乐，你要非平以庆祝这个欢乐，就叫基督徒的欢乐跟非基督的欢乐不一样。没有现代人欢乐是我遇到好事我就快乐。基督徒的欢乐不一样，今天的读经啊，圣保罗中国只得到半天书的时候，他说怎么样长篇话的，你知道保罗中国写这个书的时候在哪里写吗？他在极度痛苦的时候写的，他被人迫害的时候写的，那个他传福音的时候，犹太人不喜欢他，诬告他，抨击他，然后甚至打他。在那个背景下，他写的，他给教友说：“你要常常欢乐。”你看，保罗知道欢乐的理由是什么？是因为我在这个世上活着，既然能够认识天主，被他所派遣，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。所以他在任何环境里边都可以欢乐。然后呢，神父也除了喝这个酒无所谓了，最重要的是你今天祈祷的时候，你们平时祈祷的时候是一般的交流是这样的：主啊，求你什么什么，主啊，求你是不是这么求的呀？今天神父建议你们要安静三分钟、五分钟，要给天主。说起就是你告诉天主，你因为哪几件事而快乐，这个你们很少做吧？你们都是求恩的祈祷，啊，是不是圈子太小了，太狭窄？天主除了给你求恩的意思是，天主你应该给我这个，但是你还没有给，所以你今天早上给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可是你如果你表达欢乐的话就不一样了，表达欢乐的话意思是。天主，你已经给了我这么多东西，所以我很快乐。那今天在你的祈祷当中，你说天主，哎呀，我今天想起我的孩子来，他虽然遇到难题，但是我每次看到他，我就非常的欢乐。这就是一个祈祷。哎呀，天主啊，我这一心不好，但是我看了，我听了这个神父的讲道，我竟然没有睡觉，这是一个欢乐。你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欢乐，各位，生活就是这样子。做教友真的不是愁眉苦脸的，好像哎呀每天对着苦相耶稣的光的。其实你们有没有看过别的苦相？耶稣在上面，初期教会第三个世纪就已经有这样的十字架。耶稣在上面不是这样的十字架，像我们这样的十字架，它是中世纪才有，也就是过了第一个千年才有。在第一个千年里面的十字架是什么样子的？是耶稣是虽然在十字架上，但耶稣是。活的样子，或者是升天的样子，甚至我看到有笑的样子，就是耶稣在微微的笑，意思是喜乐。所以无论怎么样，我们今天要接受天主的邀请，要常常欢乐。在祈祷当中发现一下，你发现一下，你发现天主给我们的喜乐远比其他的更多，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觉出来。愿你们无论是什么可口可乐什么百。
乃是可乐，从这内心里边知道自己是谁，知道自己叫。